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您好。坐下。请坐。好，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看看这些图片里面都是一些什么呀？水物。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好吃的食物，是不是？那么这些食物很美味，那么想想看，它们从哪里进入我们的身体啊？嘴巴。从我们的嘴巴进入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对。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食物从我们嘴巴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到哪里去了？胃。有没有想过？肚子。有想过。好。到有想过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食物在体内的旅行。食物在体内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好，那么在学习这节课之前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既然这个食物进入体内了以后，它跟我们体内的哪些器官有关系？食物吃到我们的身体里以后要干嘛？消化吸收，是不是？消化吸收跟哪些器官有关系呢？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小组讨论一下好不好？好。四个人一个小组，对不对？我们讨论一下啊，声音不要太大就可以。好，那现在开始讨论，跟哪些器官有关？第二组，我觉得跟胃有关系。很好，他说胃。好，韦舒瑞，我觉得跟肾脏跟肝脏有关系。很好，坐下。好，团队啊，我觉得跟食道有关系。坐下。来，我觉得跟小肠和大肠有关系。好，坐下。还有没有？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器官，对不对？那我们同学说了，这么多，感觉有很多。我们同学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究竟是跟哪些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样这个叫什么？人体的轮廓图，它是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轮廓，对不对？那么现在，你就把你觉得我们的食物经过哪些器官，给我画出来。好不好？好。那么现在从你的抽屉里把这张纸拿出来，然后呢，你拿出一支笔，把你觉得食物可能经过的器官画出来。你觉得经过哪些，你就把它画出来，按照这个人体的轮廓图画在这个轮廓的里面啊，你看它经历了哪经过哪些地方，就画在哪里。好，认真的画啊，觉得经历过哪些你就画。
好，我看大家画的差不多了，那么有画好的同学举手。好，放下。好，我们全部画好了以后，我来请同学们说说看，你画的这个图啊，请你上来给我们交流一下，好不好？好，谁愿意？好，刘星月，你站在讲台这里啊，面对着大家，然后把你的图给大家看。我，你告诉大家，你觉得食物经历过哪些器官？我觉得，声音大一点。食物会经过口腔，然后从食道到胃，然后再从小肠经过。然后再到大肠。嗯，很好。这是刘星月他画的啊，他觉得食物经历过的这些地方。好，请回。那么还有哪位同学想说说看自己的？嗯，好，你上来。啊，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嗯，说吧。我也觉得是先经过口腔，然后呢被牙齿嚼碎以后。再经过食道往下，再被食道然后输送进入那个胃，再进一步就是弄碎，弄成就是糊状那种东西，然后呢再经过小肠大肠被营养再被吸收，最后就再用小肠然后呢进行营养吸收，接着在大肠继续营养吸收。嗯，很好，玉乐说的非常好吧。嗯，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家长给你啊，这是玉乐画的，他不但画出了可能经历的过器官，还把他在那里大概是什么样子给我们描述了一下，是不是？还有没有同学想说说看你的？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说说看你的？好，来。你给大家看看。我觉得食物先是会进入口腔。然后呢，嚼碎了之后，有一部分营养会从口水中，会被口水提取出，之后再会进入食道，就到胃里了。会把它再充分磨碎之后，有一部分营养就会进入肝脏。然后呢，胃中剩下的食物就会经过小肠，把里面再更准确的把里面所有的营养都提取出之后呢，又进入了大肠，然后把里面的水分都消化之后就排出体外了。嗯，很好，韦书睿说的也非常棒，是不是？好，韦书睿请回。他说了，也是说了，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三位同学在说这些器官的时候都是从上往下啊，说的我们的器官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后面这个玉乐和韦书睿还把他一些功能说出来了，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意见。那具体他们的功能是什么样，我们后面会学习。我们先来看看从上到下这些器官到底有哪些。刚刚同学们也说了，你赞同他们的观点吗？赞同。他们三个所说的我们消化器官有关的这些器官都是一样的吧。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人体消化系统到底经历了哪些器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拟是一个食物，小红点模拟的是一个食物，首先经历了个第一个过程叫什么？口腔。哎，口腔，然后再到哪？食道。好，下一步到胃。好，再到大肠，胃是到小肠，然后再到大肠。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肝。啊，它是帮助我们消化，会分泌一些消化液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小红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物模拟的小红点，它会从口腔进入，然后经过食道到达胃，再到小肠。经过小肠到达大肠，最后排出体外。所以是不是经历了这些过程啊？是。嗯，很好，说明我们的同学非常棒啊，说出了我们这些结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
那么从上到下我们再来说一遍，第一个是口腔，然后到食道再到胃小肠大肠，是不是啊？但刚刚啊，我看到同学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画的这个大小一样吗？不一样。每个器官的大小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吧？那为了统一，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已经裁剪好的我们每个部分器官的这个剪图。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图给贴在我们这个人体的轮廓图上，让每一个器官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好吗？好。那么这个东西在哪里？依然在你的抽屉里，请你把它取出来，然后贴在相应的位置。把它贴在相应的位置，看看，找找看，是哪些？大家可以先把位置排排好，然后呢再来贴啊。对，把位置排排好再来贴啊。Thank you.
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贴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何冰月刚刚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贴的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对不对？对。下面铅笔画的是他刚刚画的这个位置，上面是他贴的，我们发现贴的跟画的还是有点位置啊，说明啊，我们自己内部的器官呀，它有本身有自己的大小，会在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大小啊。那么我们下面接下来我们来紧接着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人体各个消化器官究竟有哪些作用。刚刚在画图的时候，韦书瑞啊跟我们这个玉乐同学他们都讲到了我们各个器官大概的作用，但是他们讲的不一样吧，他们有各自的观点。那么究竟有哪些作用呢？究竟有哪些作用？我们看看这些器官它的作用怎么办呢？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寻宝图，哎，一个寻宝图，我们谁来帮忙老师演示一下来？谁来帮忙老师演示一下？韦书瑞啊，好，面向大家，双臂放下就可以了。首先你看到这幅图是什么？器官，人体的什么器官？消化器官，是不是？好，那么为了奖励我们韦书瑞老师啊，昨天在家做了一个蛋糕，我们先给韦书瑞吃一口，这个是干净的啊，真的很香。好，韦书瑞嚼一嚼，别鲜艳。好，嚼完了没有？好，嚼好了不要咽。好，请你把嘴巴张开。刘星月，你看看观察一下，他现在嘴巴里的蛋糕跟老师这个蛋糕有什么区别？强势呀。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蛋糕变到他嘴巴里以后变碎了？我们可不可以猜测一下我们的？从上到下的第一个部分，口腔的作用是什么呢？唐俊雅，把食物嚼成碎的。同意吗？同意。请坐。我们口腔的作用是什么？把食物嚼成碎。哎，我们把食物，你看在口腔里，它要把它磨碎，因为我们口腔里有什么？牙齿。我们可以把它磨碎。好，现在我们说，请你把咽下去吧。好，咽下去以后，现在老师这个不光是个人体的模型图啊，老师这个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寻宝图。韦书瑞，你现在找找看，从上往下找找看有没有宝贝，找找看有没有宝贝，用手摸一摸，有没有宝贝？没有找到是不是？你再好好看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先从上面开始找。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有没有发现上面这个地方有个什么？人体器官。啊，那你看看这个结构像我们人体的什么器官？食道是不是啊？嗯，我们口腔吃过食物以后，食物下一步就到哪里去了？食道就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找找看看有没有宝贝，有没有文书瑞看到了吗？有没有有。哇，发现一个宝藏，请你把它取出来，轻轻的。哎，老师帮你一下。好。哎，哇，这个宝藏藏的还比较紧啊。我们发现从食道里面找出来这样一个宝贝。我请你说一下，这个跟他刚刚在嘴巴里的长得像吗？像。很像是不是？他刚刚吃到嘴巴里的食物，现在变到这里来了。
说明我们的食道有什么作用啊？啊，我们的食道有什么作用？传递食物。你说，我觉得它有传输食物的作用。同意吗？同意。老师也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你看，我口腔吃的食物，然后开始通过食道运输。我们食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细细长长的。啊、嗯，好，我们发现了第一个宝藏。韦舒瑞，继续寻找，看看还有没有宝藏。下一步到哪去了？你觉得？应该到胃里了。哦，那你看看胃那地方有没有宝藏？看看清。就来了。在哪里？我们请个同学上来帮忙。好，来你。首先，你们告诉我哪个颜色是胃的部分？红色。大红色吗？嗯。什么颜色？粉色。粉红色这个地方是不是？好，你看看粉红色那个地方有没有宝藏，把我找出来。有没有？有吗？在哪里？在哪里？好，慢的，好，把它拿下来，黑色的部分可以把它弄掉。哇，给大家展示一下。那请你给我描述一下，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变成汁了。变成一种，这叫汁吗？汁应该是。这应该用什么形容？糊，一种糊状的，是不是？嗯，好，你请回。刚刚我们在食道里的还是这样子，现在到胃里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了。你觉得我们的胃它有什么作用呢？嗯，想想看，在胃里发现的这个宝藏变成这样了，那胃有什么作用？可以消化。你说，对，可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把它消化成汁液，然后吸收营养。把它消化成什么？什么样状？糊状。然后呢？然后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坐下。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胃是一个大口袋一样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你看，我们大屏幕上这个胃是不是长得像一个口袋？啊，那么它会不停的蠕动，啊，不停的蠕动，把我们的食物再次的磨碎。你看看我们在食道，在口腔里磨碎是初步磨碎，对不对？好，到了这个地方，它会更加的磨碎，再加上一点酸雨。所谓的酸雨是什么？是我们的消化液。啊，消化液，把它再次磨碎，磨成像浆糊一样，这是我们胃。好，下一个宝藏，谁来寻下一个宝藏？好，后面那个女生，下一个宝藏你觉得会在哪里？应该会在小肠。嗯，好，在哪里？什么颜色的？你转过来面向大家。什么颜色的？你觉得？有点土黄色的。好，你把它拿出来，轻轻的啊，那个黑色的可以撕开，不要把袋子撑破。对，黑色的撕开，黑色的两个是粘在一起的。对，好。到这边来给大家展示。这个跟我们胃里刚刚发现的宝藏颜色还一样吗？不一样。好，而且它的状态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嗯。这个部分是在哪里发现的？在小肠里。那里小肠，对不对？好，你请回。小肠的部分发现了这样一个宝藏，你觉得小肠它的功能会是什么样呢？嗯，看看跟我们这个比较一下，你觉得小肠的功能会是什么？我们看到小肠它弯弯曲曲很长，对不对？你想想看它的功能会是什么？好，来，刘星月，你说。我觉得它可以吸收，营养，还把它变成了汁状。请坐，他说的了，吸收营养。韩俊雅，你有补充吗？我觉得它是再次吸收营养。哦，坐
下，他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你说。我觉得是反复吸收。好，坐下。我们都有看到这个小肠反很长，对不对？嗯。它有多长？我们来看一下。它有5到7米长。哦。为什么这么长？用来消化吸收。这个地方它就开始吸收营养了。我们知道我们吃食物最终目的是干嘛？我们要吸收营养，给我们提供能量，对不对？嗯。这个地方它开始要干嘛？吸收啦，啊，吸收了。为什么这么长？经历的路途遥远，可以把我们食物中的营养全部吸收完全，是不是这样？好，这是小肠的部分。好，最后一个部分会在哪里？在哪里？你来，你说会，你觉得会在哪？大肠。好，你来找找看。你来找找看。小肠。哎，大肠的部分是什么颜色？你觉得？绿色。绿色。好，你找找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宝藏老师藏得比较深啊？在哪？看到没有？你要找准颜色，然后在那个部位找呀。有没有找到？哇，藏得这么深，都被他发现了。好，轻轻的。体外。好，我们看看四个宝藏是不是这个样子。好，谢谢吴主任。来，你请回。啊，通过老师刚刚跟韦书瑞做的这个小活动，我们发现，哎呦，这个食物啊，经历了我们人体的这个消化器官以后，它的变化是啊，可以看到的吧？可以。嗯，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消化各个器官的消化的各个器官它的特征和功能究竟是哪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不好？首先口腔它有什么特征，它有什么功能？第一个谁来说？口腔它有什么特征？我们口腔里有什么？有什么特征？好，你说。口腔里有牙齿，嗯，然后它的功能就是把食物磨碎。好，请坐。口腔里有牙齿，还有一个唾液，唾液也是我们的消化液，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啊。磨碎，第一步磨碎。第二个食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好，你说。食道的功能是运送食物，而特征。它形状有什么特征？是非常长。然后呢？然后细。很好，坐下。食道是细细长长的管子，它的功能是运输。好，再看我们的胃。胃呢？刚刚我们说了，谁来总结一下？你说。胃是一个大口袋，它的功能是吸收营养和消化食物。很好，坐下。胃会蠕动，有弹性，像个大口袋。它可以磨碎和分解食物。好，小肠。玉乐，小肠它的特征就是非常的长。嗯。然后呢，功能就是能够吸收营养。嗯。它非常长是长。
长长的一条线还是弯弯曲曲的？很好，坐下。它的长啊是细啊长，弯弯曲曲，有很多褶皱。它的作用是消化吸收。大肠呢？你说。大肠的特征是，又短又粗，功能是吸收水分。嗯，好，坐下。大肠短而粗，它的功能是吸收水分，把我们这个食物里面水分给它吸收掉。好，这是我们学习的整个消化系统它的特征和功能。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特征和功能以后，我们还要知道了有拥有了这个科学知识以后，我们就要干嘛？保护好我们的消化器官，是不是？那么怎么保护我们的消化器官？我们来看看如何保护我们的消化器官呢？第一，吃食物的时候应该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第二，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不要贪吃生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就是你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凉的或者很多很辣的食物。要起居有规律，定时排便。第四点，要注意卫生，加强我们的体育锻炼，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消化器官。我们的消化器官非常厉害，对不对？它把食物的营养吸收了以后，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能量，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学习了这节课以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大家学的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收获。做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些菜单，食物捉迷藏。提示一，这里有很多唾液会把我磨成小块。你说，口腔，对不对？对对，请坐。好，第二个，这里是停留食物残渣的地方，并能吸收大部分的水分。好，我来看。好，那个男生，你说，大肠，对不对？对对，很好，请坐。第三个，这里不停的蠕动，又会分泌出酸酸的液体，把我们消化成粥一样的食糜。会，同不同意？同意，请坐。好，我们再来看，这里是一道又长又直的管子，陆陆续续把我送到胃里面去。大家一起说，食道。对了，这个很简单。这里有很多种液体，我们在这里停留时间最长，大部分在这里被吸收和消化。哪里停留的时间最长？小肠。对吗？对对。哎，很好，小肠。好。我们做完了刚刚那个捉迷藏以后，我们再来连个线。这个连线题，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小肠应该连哪一个？连哪一个？吸收营养。嗯，很好。我们再来看胃，连接的是大口袋磨碎食物。食管呢？吸吸肠肠。大肠吸收水分。对我们这个课的知识掌握的非常的牢固了。好，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